相关的一些项目。
那个地方呢，相对来讲比较分散的。针对这种情况呢，我们给这个当地的这个县县政府做相关的建议。由于咱们这个住宅呢，相对非常的松散，对咱们电网的一些规划呀、建设呀，都带来了很大的一些这个投资，而且它的这个有一些客户呢，是相对来说非常远的。县里原先就是说，中央县的这个距离太远，所以影响了咱们国后面。因为如果说商业要认为他所在的这个区域存在有不点不够完善的地方的话，那么肯定县里还会有其他的一些点也会存在这样的问题。我们有没有可能在接下来，因为现在已经是冬季嘛，那冬季在有一些的这个工程的实施上面可能会有难度，那我们有没有可能这个项目靠在某一个安排工作人员上门进行测试，就现场的调查，如果清水以后尽快的给予他进行解决这个问题，找一个科学合理而且能够对能够实施的这样一个方案，最好就尽快实施。张先生，那下来之后我们再继续沟通，好不好？好的。但这个事我相信会有一个结果的，好吗？哦，对对。不客气，那我们先到这儿啊，节目时间有限，我们就不多说了。但是方向我们已经很清楚了。那张先生的这个事呢，最好我们能够依托某一个项目来进行，否则的话。在安装一些或者进行一些基础设施投入的时候，你要考虑一下产出比嘛。但是毕竟从开发这样，所以作为张先生来说，可能也要做好两手准备。但是我们更期待着能够通过就是一些话语这个方式，能够把这个问题得以解决。先到这里挂线了。收音机前的您，如果还有问题、还有诉求，欢迎大家继续通过热线和我们的这个微信公众平台来反映节目。96511转接上，还有呢就是京广航风热线的微信公众平台。七彩衣，七彩衣，七彩衣不一夜，头上有问题，不用七彩衣，含一含，试一试，我的热度外，七彩衣。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为什么中老年人眼睛模糊，不能掉以轻心？眼睛模糊，视线不稳定，遇上无聊的病，业余爱好也不能无聊至极呀。孩子们都在外面上班，眼睛模模糊糊啊，下个楼梯走个路，担惊受怕的。非常多的中老年人早期完全不重视眼睛模糊症，久而久之，老花、散眼等各种眼睛病，眼睛模糊、每45分钟，眼睛像清水洗过一样滋润清晰。立即行动！凡是50岁以上，眼睛有模糊、酸痛、蒙眼、泪光等视频，五千多微众，每人均可体验6包眼贴。好产品，不怕事。400710-1912，400710-1912。每天打满一次海信，眼睛清润亮晶晶，眼睛还好，还能更加丰富多彩。前10分钟订购，更可兑换一台中国红收音机，祝您虎年吉祥，福气满满。电话400710-1912，400710-1912，400710-1912。眼睛累了，快点好视力。不能再浪费。一周见你圆梦，2022年5月25日，平洲生态艺术盛大启幕，相约美丽汤吉，共享多节目。中国年终服务站，一百六个六大，上门服务，网络质量稳，终端体验佳，服务精。